你现在在做什么？为什么做这个？缝嘴巴呀，它要吃带，把它缝牢。然后要缝多长时间？缝啊，半个月吧，15天吧。之后呢？之后嘛，它带下好了嘛，把它拆掉。这里咬一口呢，这里咬了一口呢，这里也咬了一口呢，那这里上次咬的呢，都咬了呀，每天都会咬的，每天都会被咬。你不小心的搞得它厉害了嘛，就又咬了。有时候比较厉害是吧？要轻一点，轻一点它不咬你。剪的话，它会憋掉，时间长了，比如说等过个3个小时、4个小时来剪的话，它会憋掉，那个受精卵就会死掉。我叫杨小霞，今年32岁，我做个这个事情是大概20几年吧，从我八岁的时候开始的。说不上喜欢，因为家里一直在做这个事情。叫杨洪昌啊，今年67岁啊，我是残疾人。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呢，得过18岁时我得过强韧性结节，那么后来呢，去过好多地方，这个杭州、上海啊、北京啊，没有把我病治好。后来呢，就是有个老医生告诉我，你去吃蛇。那么我把这个蛇呢，就是。去扎了这个蛇呢，就放在个酒内泡酒，那么有的蛇呢就放在瓦片上烤干以后吃那个蛇粉，那吃了2-3年以后，哎呀，我这个腰不痛了以后呢，当时的话就想觉得呢，这个蛇的东西管用啊，那么当时呢我就想到一个问题，这个东西我吃了管用，人家也管用，所以我这个东西把它。就我以后报批产品把它做出来，大家去分享，多好。那么这个蛇呢，带我的感情特别深啊，我们有心中的有深刻的感觉到啊，因为当时呢，第一个呢，就是我们这个村怎么穷，我们家家户户怎么穷，靠个鸡蛋去外东西怎么撑过来的，从加工蛇、养蛇开始，我们这个就富起来了，啊，所以呢，解决了一个经济上的问题，经济上我们腾飞，我们原来积善股，啊，原来老早就是我们全村的总收入，大概10万左右，现在是逼人1亿，你说翻了多少倍？现在我们中国呢有总共有127种蛇，这里的话呢。大概有总共有50-60种。
1000多种的这个含量，特质的含量，这种特质元素，比如外人类以后这个疾病，去它有这个基础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的科技还没有到发展到顶层的时候，以后呢，我们这个子孙后代啊，家庭的科学研究啊，生物开发，把它的东西的这个宝藏挖出来，所以呢，在这方面呢。我们辛辛苦苦干了40多年，我觉得这个事业很有奔头，啊，很有希望。所以呢，我们一直想，不管年纪多大，我想一直想干下去。哎，为这个为全世界的人类的健康事业做更大的贡献。嗯。